有人说东京时装秀才是符合亚洲人的正常审美，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崇洋媚外，中国人也有很棒的时装秀，我们中国人的美女也不会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颜值差。看完之后你会知道，这才是我们的国人审美东方神韵，只属于中国人才有的独特浪漫。第一位，第二位，第三位，第四位，第五位，第六位，第七位。